如果顾着了慈悲心甲菩提心，那安尼咱将会当体会佛德无私无限无上的智慧方便。心才是咱生命的主宰，不是天神风水或者八字伫咧主宰命运。既然知影心即是生命的主宰，咱就要好好地净化自心，圆满咱的慈悲心甲菩提心，如此生命才会当真正的快乐。大乘佛教的殊胜，在于大乘诸戒会当予咱入世无戒。因为一位品行良好的人，无论伊行到倒位，众生拢会介意伊，加相信伊。所以学佛的目的就是在净化自己的烦恼，进而将咱所拥有的力量引导一切众生同入无上菩提。无分灵我的平等心，自私
只会制造更加多的痛苦。学会了后，就要将心量扩大，学习为他人设想，为世界设想，更加爱为苦难的众生设想。只挂心家己的查某囝、家庭以及事业。最大的感动，就是可以跟一切众生白驾相遇。个人是无法度单独生存的，只有互相的瓦壳、扶持、甲保温，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一切众生是无距离、完全亲密的，咱看一切众生，就像看家己的父母同款，真实地感觉到亲密和爱护。咱一直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日日夜夜毋忘着等待着咱的归来，投入母亲的怀抱。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慈悲的福德。祝福看到咱这的流浪的孤儿，每天向外追求，就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
迷失方向，在我受苦受寒，福德永远展开双手，等着咱这游子回家。只要咱呼唤佛陀的名字，悔改路就会在眼前指引着咱。对于一切众生，咱拢爱试着去了解因，因为了解，才会当体会众生的痛苦，进而才会当产生真爱。生活就是将家己生命的价值发挥到上高，并且以上圆满的伟大人格来服务众生。除了在佛法顶头的修持之外，也应该将世间的事业成就圆满，才会当更加进一步在成就出世间的佛行事业。生命电视台带给大家一个存款的好地方，如何存钱最安心，就是护持生命电视台，帮助宣扬佛法，同时储存我们的功德法财。今日布施之因，将感召未来得福之果，而且财富永不流失，实为一本万利之举。劝人布施护持，就是助人为善，助人修福，是值得赞叹的菩萨行。正信佛陀法教的推广，需要众多护法菩萨的同心支援。您的每一分资源和力量，都是帮助佛法久住世间的推手。然而，这广传佛法、保护生命的佛行事业，还需要更多的菩萨共同护持。护持划拨账号：1996-5232，
08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点是嘉义生命讲堂启建于蓝盆孝亲报恩礼拜梁皇宝忏暨地藏法会。法会期间，8月22号星期二至9月19号星期二，日期8月22号至8月27号及9月7号，9月9号至9月19号晚上7点，恭诵地藏经，记诵持报父母恩咒。8月28号至9月6号晚上7点，礼拜梁皇宝忏，地点嘉义生命讲堂，地址嘉义市民权路422号，联络电话0522255888，0521667000。梁皇法会备有消灾及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生命点是台北生命道场举办四臂观音灌顶暨超度法会，恭请南印度色拉杰僧伽大学的住持尊贵的堪仁波切、丹增强巴曲桑仁波切及12位格西主法，日期9月20号星期三晚上7点，地点台北生命道场，地址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2楼，联络电话02-2550-9900，02-2550-9900，捷运双连站1号出口左转，步行15到20分钟。法会备有免费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今天是六十日，
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瓣，不旁有道心，不管听寡母，不非时事，也就是持斋贵我不食，随喜功德，阿弥陀佛。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相识